河美民众服务站中昼举行李干事会议，理事长林根仁体贴李干事年长，除了赠送外头福利会人员，里面阁受上国民党党徽甲国民党字样，嘛强调绝对会承认在野党监督的责任。过去代表公营的党徽，随着时代演变，煞予车轮牌顶顶名处取代，为着要吹断过去的影景。同时体贴长期伫咧民众服务站担任干部的李干事辛劳，河美民众服务站理事长林根仁特别配合师叔，准备轻薄的外套提供予长期奉献的李干事。国民党河美民众服务社吼，咱的理事会啊，第五次的理事会吼，啊，拄好伫咱新正年头吼，啊，先煞邀请遮个理事吼，啊，李干事大家吼，啊，来食一下春酒。来获得恭喜以外呢，我做理事长呢，啊，送一领吼，啊，咱国民党的有党徽的一领小夹克吼，啊，大家穿保暖吼，啊，希望吼咱国民党呢啊，会用继续奋斗，为着咱台湾人民的幸福未来吼，啊，继续吼监督咱即卖政府吼，和咱即卖政府呢啊，会用哦循序渐进呢啊，好啊吼，甲咱诶台湾呢建设个好势吼，啊，若无呢？啊，咱一定吼啊，严格来个监督吼。非常感谢我们的啊林根仁理事长，出钱出力，用买这一件衣服让我们穿，这里标示了中国国民党的党徽啊，我们感觉到非常光荣。大家一起穿，非常整齐，也蛮有活力的。我感觉到说，更加我们的信心，而且让我们更加勇敢向前走。我今天以中国国民党党员为荣，也身为和美政党部理监事会的理事为荣。林根仁强调，虽然国民党在野，但是从来无放弃服务乡亲的理念，打拼服务乡亲是找到民心的唯一道路，也相信一定会当载着国民党的新愿景。中国国民党赞！新中华新闻江代静、何美采访报道。